今天我们要去陪老婆提车。你说什么？早上好，艾菲。最近都在福建啊，但是不一定在球馆。如果你们想踢馆的话，最好提前跟客服沟通一下，咱们统一定个时间，让你们把机器给送了。不是不是，大家可以猜一下什么颜色啊？无奖竞猜，有点没对齐。恭喜你成为尊贵的保时米车主，兄弟们，你们觉得哪辆好看一点？都完了，依赖。刚刚起高了，我们再来一次啊。都完。社恐，最近右腿外侧有点紧啊，这边有点不舒服，然后这边又有点麻麻的。呀，这松姐叫吃啊，没吃饭吗？哦，也标志着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，周静之。8:30到酒馆啊，粉丝第一馆 ，Let's go！ 好好，谢谢，太激动了啊！继续加油，继续。要签名联系客服备注啊。来，兄弟们，20瓦的。哎呦！嘿，解锁啊！他妈！哎，老婆，谢谢，解锁一下。最好的老婆。